阿姨，阿姨雄雄要摕我严肃的相片，要创啥？这拢是正卦，给律师一分，安尼较有赢面。阿姨，多谢你为我，啊，搁有阮搁安尼走总。好啊啦，莫遐尼讲客气话啊。安尼，我先来走。啊，阿姨，阮搁敢袂去用破甲足重？老实讲，我嘛唔知啊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斗相共的。啊，不过恁妈无介意我管恁兜的代志，啊，所以我今仔日来遮，恁莫甲伊讲哦。哎，是啦，阮妈。好啊，我也无安怎啊。啊，生气还生气，啊，不过在我的心目中，恁妈永远拢是我的好姊妹啊。啊，恁这几个囡仔哦，就亲像我的囡仔共款。啊，加一人斗相共嘛是好事啊。啊，是为了莫让恁妈白想，所以你得甲阿姨斗相共，莫甲恁妈讲。我袂甲阮妈讲的。啊，恁若是搁有想到啥物证据，你就随时甲我联络。好。你先来走。慢上。阿姨，多谢你哦，再见。下就好食嘞嘛。嗯，你也加食一寡啊。嗯。袂当阁继续安尼艰苦啊！大家拢因为我遮尔啊辛苦，尤其是哥，哥真有可能会去用掠去坐监呢。我即摆应该要做的是赶紧振作起来，才袂辜负遐尔侪关心我的人。你好，小姐，你今仔刚好去买面包虫。有啊有啊，我陪你哦。啊，多谢。何叔小姐，啊，你敢会当请我食饭啊？我巴肚就枵的呢。歹势啦，吃饭吼，毋是何叔的工课。你若是无法度家己食饭，你会当叫伊出来的人照顾你啊。哎，何叔小姐，卖少些讲啦，何叔小姐，哎，我来请啦。天上地下啊，我不需要你请啊。我是义工，我请你吃饭啦。没，无需要，我变。啊，你拄仔不是讲你巴肚枵？啊，病人哦，就是爱吃饭才有体力啊。啊，刚讲你无想要较紧出院，来啦，我请你啦。没。啊！你创啥？啊！阿西，你创啥？我淡薄感冒啦。你搞我感冒？你先搞车，先搞拍啊！大家看啦！啊，你先看，我就较粗鲁啦。哎呦，哎，我饲你啦，我饲你。咩啦？啊？拢你的嘴咯，歹食。歹食。歹。哦，完全。我进来。我陪你开讲。我无需要开讲，你当出去啊。我听讲你开刀的，啊！疼啦！疼！看得不了严重呢。喂，无我来刀你吃啦！哦，你酒够，你这么高哦！啊，主子！我的脚，死我啦！哎呦，我崩掉了。你给我死出去啊！哎呦，你一个少年人哦，开嘴喝水就是死啊死啊！我看你的死大伤啊！你敢真正是义工？好你啊！啊，你不爱食饭，我也要饲啊！要食点心吗？免，我病有订车，我免食你的点心。你确定不爱吃？不爱。这真好吃呢。我倒去买，阿人讲这是面包虫。面包虫，我上惊虫虫啊！你到底想要创啥啦？你才想要创啥嘞？啊，你是看小人家哩，足善良的，啊，甲人食狗狗。你有识识哦？
我唔能识晒，我阁甲因共款善良，所以哦，我请你食面包。阿袂倒啦！你笑的啊！对我笑，你阁敢安尼甲我讲话哦？哦，我阁有早切水果的刀啊！啊！你欺骗小英的感情，陷害伊做家属，啊，阁想要报复你的，诬告伊杀人未遂。你敢搞歪做啥？啊！杨秀英害我离婚，杨丽艳用车把我弄，安尼我敢无够凄惨？这是你家己做起来啊！你会变这么安尼哦？拄啊好尔。领导，我讲的话你听好清楚。你会当去给恁探听，我踹王了先，无好抓。你若是继续欺负秀英甲丽艳，我绝对会甲你客气。无你要安怎？搁甲我弄一届？哼，我哪有这么戆？我甲你弄，搁互你搞。我当然是用你想要搞的方式，互你少艰苦的，搁无在条条安怎？你弟阿尊讲你安尼，我就会惊。你会惊唔惊？我是唔知啊。所以，我请你食面包虫啊。你若是唔惊，不要紧啦。好改哦，我等我爸哈。暗早呢，白痴哦，惊啥？你都唔惊我报警哦？报警？你做伊去报啊？啊，我是对你安怎？我拄仔过到三工，饲你食饭的。啊，搁有啦，红豆无细里车道，你嘛要甲我告？你这么无胆，莫为人做歹人啊！搁有嘛？我下面，你看好清楚。你若是搁甲对杨家软土情，我保证，你会天天看到我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念你。上风雨的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